每次公台外围环流二十七号再次影响到台湾的气候，随着公台愈来愈接近，中南部对中昼开始就透风雨，因为昨暗军林县宣布上半天的班甲课，学校内只有真侪爱上班的家长，只好是请假提早下班，赶起来接学生，因为这件路的风实在是伤过大了，互家长是真不满。表示讲，三部上半天的课，予因是真无方便，又搁危险来接送囡仔。另外，军林县那内乡嘛出现农民，一透早就赶去田里来巡视，就惊风雨伤过大，来影响到辛苦栽种的农作物。美籍红台中心二十七号中昼过后进入台湾，后军临海边吹起十一级风，市区也是沿路路树被吹到东倒西歪。军林县因为将安全部放半公假，好真侪家长看到风雨渐渐入来，是当未赴下班先赶来接囡仔。因为现在风雨比较大了啊，提早比较不会那么危险。刚刚差点出车祸，被吹到内车道去，真的很夸张哎！这样子还有一个小孩要接，一个国校，一个高中哎，啊你走啊走，囡仔接袂去，啊请假来载囡仔。上班啊？上班啊！要么就不放，要么就放一整天，因为这样哦，小孩子，我们家长也不放心。啊，你那个影响到人上班，免他上班，啊载囡仔更麻烦。家长来接送的话，哈，我们让他走，脚踏车我们留在学校。好，然后学生没有办法回家，我们留在学校呢，等家长过来。洪台天、胡林光有家长不办在危险的路上接送，到了起码传出拥护中心的老大人受伤。在洗衣服那地方哈，他披衣服不讲顺序。他是有拖吗？还是？就是这个阳台嘛。每次洪台吹起强烈风雨，到了市区的道路嘛，出现不少骑车的民众因为被风吹倒去。富林县政府地下室停车场外面的两号边也真危险，县府人员是赶紧提速啊，要想办法固定。另外，那内乡嘛出现农民在辛苦巡视公园。这都个地的惊风吹安尼啦，我这么在地啊，这么风也吹，这风头哦，风较大，这么多种类尔啦，多种类尔吼啊。都整理过啊，甲吊较伊，吊较安全嘞。这张都摆好啊，爱来看哦。爱来看啦，好，哎呀，即摆佫厝有安慰，哎，蚊啊较袂叫飞，啊，都是蚊啊，先叫飞，啊，木瓜熬汤，啊，咱不时开开咧，都拢无呀，啊，做些人。就是安尼，辛苦就是安尼。啊，透雨嘛爱出来巡啊。依照中央气象局预报，每只风台北阿妈中心就会出海，即时阵会转西南风，西南部以及南部雨量也会快速增加。即两位地区的民众千万爱注意风台消息甲风灾。记者陈昌报道。